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各位同志，各位上级的领导，你们好，我是125分店的 Frankie。 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祝大家新春愉快，新春大吉大利。魏三春还没成婚的那些，就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还没中649的，你们明天就会中，还没有赚够钱的，明天继续在魏三春赚打钱，赚够他，赚尽他，然后老板又开心，他们出粮又出得很开心啊！谢谢你们各位听我的一番好话。我是125厨房的陆我仅代表125厨房，直至2013年春节来临之际，恭祝全体同仁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，生意兴隆，新年快乐，龙马精神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奋起 Nicely 125分店点心部，我是阿英，我是阿东，我是老王，我是阿红，我们在这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2012年很快就过去了，在这一年当中，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7月8号受洗，成为真正的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很幸运成为神的儿女。2013年，我希望我身边的同事，更多的同事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我们的兄弟姊妹。谢谢大家。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我们感谢老板在生活和工作中对我们的支持与帮助，感谢工厂的同事们，还有其他分店的同事们，在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，在这里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同事来到主的面前，接受神做我们的救主，让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互相关怀，团结友爱，在魏乡村的大家庭当中团结合作，共同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在这里感谢大家，新春愉快，万事如意。